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今天我们要来玩一款要爬坡的游戏。对，你先看我们这个小白人呢，站在一个负500公尺的这个地方啊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想办法让他往上爬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玩呢？我们先玩玩看吧。按下去哦，呦，他会这样子开始爬，有没有？你在爬的时候，你就会增加钱。哦，然后到他觉得不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开始在冒汗了。哦，我拿到一些东西了。哦，像这个时候就要让他休息一下。哦，他累了就要让他休息一下。哦，如果我们让他太累了，我们这游戏就结束了。所以我们慢慢爬。哎呦，获得了一个小鸡鸡，好可爱哦。啊，先他让他流汗啊。哦，就这样子慢慢爬啊！糟糕，爆炸了！对，没错，就像这样子。那我们获得的钱呢，就可以拿来升级什么，像速度啊，还有你的耐力。对，我们要慢慢的升级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先爬爬看，我们先赚点钱，想办法先爬到水平面上吧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水平面有什么东西啊。哎呦，我们拿到了衣服，然后休息一下。现在耐力有点低。 OK，Go， 我们不需要穿衣服，这天气这么热，你看他流汗流成这样子。我们让他休息，他会有会降低他的那个嘛。停，我他耐力快不行了。我发现我家的这只耐力有点差。有了，哦呦呦，停，好，我们现在目前破纪录了吧，现在-450啊，因为你的耐力太少了，所以很容易就一下子就干了。我们要把这个钱也加多一点，然后我们再耐力再多一点。OK， 好，现在应该已经比刚刚好一点哦。现在是每一下0.5哦。OK， 我们就是这样子反复的让它爬，爬到我们可以过关为止啊。OK， 加油，爬起来。哦，看到它这样爬，我觉得蛮辛苦的。很久没有运动了，看到他这样子，就觉得哦，我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太热，然后让他休息一下，不然他等一下脚那个肌肉直接溶解，那叫什么？这是什么溶解什么症来着呢？有没有下方知道这个病症的？就是你运动太多的话，什么横膈纹溶解症是不是 ？OK， 让他休息够了，爬。哦，这个是。这个是可以休息的吗？不行，他不能休息。我们都已经爬到这里了，我们需要水吗？我是蛮需要水的啦，不过你知道的，水是要看广告的，我们是不看广告的，好不好？爬，我们不需要水。我超热超热，我们已经爬到430了，-430了，我们已经爬到70米了，兄弟们，慢慢点。哇，他很热。是啊，越上面越热吗？好像也有道理哦。哦，这个有罐水耶，这是可以喝的吗？我可以带走吗？我看看，我不要补水，我就慢慢来，等等，停，好，不能拿哎，哭啊，好吧，来，我们拿了一些钱，我们来增加一点耐力，还有速度 ，OK，Go。速度跟耐力都增加了，我们看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了。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小白人，冲啊，小白人，好不好？要让哥哥对你另眼相看啊！上啊！哎呦，速度有快哦，速度有快喽！哎呦，有加耐力有差哦！我，可以吗？停！OK。让他汗都喷完，休息到最佳状态。OK，Go！ 他好像耐力还是有限制。我觉得我的最大值跑到一个地点的时候，他就会降低了。你看，现在就是我让他停下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是不是看起来有越来越壮的感觉啊？是不是因为我有帮他点耐力，所以他看起来越来越壮？停！目前我们最高纪录是417啊。兄弟们，撑住！上啊！破纪录就在眼前！哦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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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差点就烧起来了，差点就烧起来了。我们应该是过了、哦，过了、哦。有了有了，我们突破了，突破了最新的记录了。哦呦哦呦哦呦，上面有点不一样啊，上面有点不一样。加油加油，我们先上去看看。你快成功了，你快成功了，兄弟。我们爬到这个绿色的这个区以外了。来来来来，有了，上来了上来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，接下来这一层看起来都是土，蛮恶恶恶哦。我们到了，可以直接到下一关哎。哇，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的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加点钱吧，我们要让我们的钱多一点，耐力再多一点。OK Go， 现在已经负400了，爬起来哇，变成石砖哎。我们的石头可以每100公尺，哦、是这个有点硬哦，爬得有点辛苦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，爬爬爬爬，再辛苦也要爬。哦哦，我们拿到一颗蛋，这个蛋是说什么？哦哦哦哦，它快孵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孵出来了，可爱的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让我的汗再流少一点，哇！不愧是这边空气比较稀薄了，是不是？比较难爬哎、欸，他动作没有刚刚的那么的，哇哇哇哇哇哇！我们只爬了50公尺，他就汗流浃背啊！流完了吗？流完了 ，OK， 爬！没关系，再怎么样，至少我们也爬上去了，加点速度好了，来冲啊！冲啊冲啊冲啊！速度很快很快很快，速度也是很重要的，速度跟钱哦，这三样东西是缺一不可啊！上啊！有了有了，我们到这里的时候，刚刚就已经红掉了，现在没有，哎，有点，还是有点小红啊、哦！哎，拿一下，哦，获得了124块钱，啊啊啊啊！可恶，那都是资本主义的这个阴谋啊！竟然是要我点广告，我就是不点广告，我就是要靠自己，怎么样？啊，氪金虽然跑得快，可是我们没有氪金的。哦，等一下，他绑了一个人呢，我们要上去救他吗？救他我会变成两个人吗？我猜一定没这么好康，对吧？现在已经到达了体力的极限，随便跑一下就红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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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忍一下。哎，不救哎。拍摄者不救哎，这个人就绑在那边，你也不救他，天，我的天，好吧，就让他融化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已经赚了蛮多钱了，121。他音乐听起来非常的悲伤哎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爬坡本来应该是一个很热血的事情，他却把音乐用得这么的悲伤呢 ？OK OK， 我们现在耐力跟速度都来到5等了。我相信你是可以的，轻易的达到。哇哇哇！一直要我拿钱，我是不会的，我是不会屈服的，好吗？我是不会屈服的。OK OK OK， 我们现在是破了记录了吗？好像还没哦。我们目前最高记录是多少？再往上爬一点就知道了。看到了，那是我最高记录。让他流点汗，流点汗。冲啊！停。OK OK OK， 冲！我连最高纪录都没有。可以，这次的钱一定可以帮助我，一定程度上的帮助我。耐力吗？不，我们要先加钱。我发现钱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刚刚的钱加太少了，所以我们要让钱加多一点。我们就这一次就直接冲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无脑刷钱。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让他停下来休息了，反正他的体力不够就让他爆吧，就像这样。然后我们钱拿到了，就直接再加钱，很好， 0.9， 你看这个钱滚钱的概念啊，我们不要为了那个一点时间，我们这个 time is money 啊，这个我们宁可失败多一点，可钱呢就是要多赚一点啊，好不好？这效率问题啊。有，很轻易的达到这里喽，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耐力的钱也赚到了，我们先让耐力变高一点。OK， 我现在耐力6等，我们的钱现在是5等嘛，然后我们的速度也是5等，这个速度可以哦。
如果我觉得我们已经快见到终点了，我们再往上提。哎呦，这钱越来越好赚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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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耐力有加一等，差这么多啊！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直接硬干60公尺哎！我的天，再帮你加点钱，速度等一下再来加哦，每下都一块了。各位别担心，我们钱越来越多，哇，爬个坡运动一下就能有钱赚，是不是有这么舒服的事情啊？各位，让你们运动好不好？让你们这样一直运动，让你们很累很累，可是你每走一步就一块钱美金，大概是相当于台币30块钱，让你这样子走一下几秒钟哦，累了休息，今天休息，你看我们又可以获得多少钱？获得186块，哇！有没有人想要这样的工作啊？这也不算工作，有没有想要这样的休闲娱乐？然后你可以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拿钱来投资自己。你看我们的钱已经来到130、140块，哇！如果你还可以看广告，还可以再获得额外的214块。不，我们不能这么贪心，去点那个广告，对吧？上啊！相信自己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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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这个记录越来越快了，越来越高了。我们现在钱已经有200多块了，我们看看我们要怎么投资，投资体力吧，再投资一次体力，体力8，这下子哦的，体力直接升加到8了，现在已经变成超能力的这个小白人了，他的身体的体力已经高达，这个已经看见运动员的体力了，堪称运动员的体力了。爬起来！都爬到这里了，还不会累？天哪！我真是以你为傲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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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还没红，还没红！哎，等一下，快红了，停！好，虽然我们说 time is money， 我们要这个已经都剩下20公尺了，我们就让它休息一下吧，对不对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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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，哇哇哇，这关肯定是要过了。现在土怎么变成红色的、啊、？Oh my god！ 快过了，过了，忍着，忍着，忍着，再忍一下，再忍一下，再忍一下，撑一下，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过关了，过关了 ，Yes！ 哇，玩着玩着，自己其实觉得这游戏可以得到很多这个自信。哎呦，他已经来到负300公尺了，你看他现在还有萤火哎。我们钱已经有283了，我们要让钱多一点，体力哦，速度可以哦。接下来应该还是会很难爬，对吧？有有有，我发现了，你每上来一次，这个给你大气的压力就越大。OK OK， 你看上来到300公尺之后，我们爬不到20米，我们的身体就已经机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看来这就是千，哇！我才走个几步，你就红成这样，红通通的，哦，拿到蛋了，快破了，再走，破，有了，好可爱哦，真的好想要哦，不行，我要忍着，我不能点广告 ，yes， 好，拿到蛋，我们就可以顺利的下潜了，那。目前钱竟然，我目前的钱竟然没有办法让我提升任何一个能力，那我们只能不断的走，不断的加，直接让他重新休息，我们就不停了，就放着让他爆，对，让他爆 ，OK， 加点体力 ，OK， 因为体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没有体力怎么会有钱赚呢？对吧？爬起来， 1.3 呢。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每一下就是100美金啊！天啊，那真的是让我去走吧，我愿意去减肥，我愿意走一步100美金，我愿意一直减肥，好不好？每天都来走个几百公尺，哇，衣食无缺，哎呦，速度变快了，速度变快也能加强我们这个走的这个距离啊！啊，除了耐力以外，速度也是挺重要的。我们现在都是全部都是平均型，全部都八等。OK， 我们目前来到我的最高纪录260，很轻易的就 OK。好，没有，我们这一却并没有。现在钱越来越难赚，等一下我们要必须先升我们的钱啊，这钱越来越难赚了、
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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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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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加油，冲起来！我们在，哎呦，哎，看到颜色变成银色的喽，我们走到了。这个土的颜色已经来到银色了，不对，我们的钱，你看988，体力虽然稍高，可是钱跟不上，我们要怎么投资自己的身体呢？对吧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冲啊！我觉得我快要到地面了，好酷哦！爬到地面之后，会不会再爬到天空上去啊？现在已经是-261，哎，这次竟然没有比刚刚更好。那我们来加点速度好了。989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速度很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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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啊！冲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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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起来！啊！哇，我一定要，我一定要呼吸到，呼吸到地面上的空气。可以，我们有164，什么164竟然没有办法，这到后面越来越浓啊，越来越浓啊。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快的达到马上可以升级的这个状况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现在有300块，总不可能一个技能要300块吧，我不信。 OK， 达到新纪录256了。哇，现在一个技能都要250块，先加钱先加钱，说什么要先加钱，我让那个999好不好， 1.8 走一步就 1.8 块了。我觉得我们这个钱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下一关马上又有可以再升级了，对吧？冲起来，兄弟，冲起来！有有有有有有有，很好 ，try again。现在要提升的是我的耐力，耐力，耐力在跟我的速度在是钱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有好的耐力跟好的速度，才能赚更多更多的钱，对吧？冲起来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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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爬起来爬起来！哎呦哎呦哎呦，破纪录了破纪录了！哦，他体力超好，你的体力很好。OK OK， 244，哇哇，加个速度，水九九前是九，可是两个都是十，我觉得我可以破到200公尺了，应该有办法哦，都已经244了，对吧？我们速度跟体力都起来了，哦，你看这走的速度超快。真的很厉害，都不会累的。爬，冲起来！一 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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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k， 哦，240，没事，我们就 try again。我们现在钱又来了，来，三个都十等，我们那个钱哇，走一下有2.1块钱啊，走一下2.1块钱啊。等一下我们再加我们的体力，我觉得这边的200公尺就被我们攻略了，对吧？哎呦哎呦呦呦呦呦！超厉害，超厉害，超猛！哇，走到250公尺，竟然连不红心不喘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过哎，给他过关好了。我们让他流一点汗，来冲啊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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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！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！他现在有很好的体力，可以达到哦，上面有开始有树根了，开始有草跟树了。代表我们真的开始接近地面了，生命，你感觉到生命的迹象了。哦哦，剩20公尺，撑住啊，兄弟！20公尺，撑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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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了，有了，16、15、14，我已经有500块了。停停停停停，我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一定可以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嗨，冲啊！停停停停停！哇哇，现在走三公尺我就累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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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可以走到终点。好，慢慢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有啦 ，nice！ 各位，我们已经来到-200了，现在只差200公尺，我们就可以回到水平面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小光这种爬坡游戏，然后一直增强自己的力量，那就记得把我们的赞给点下去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